大家晚上好，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五，我会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。洒脱，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，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，眼睛微张，上下眼皮轻轻地碰触，睫毛也轻轻地相触，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，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，轻松地闭起来。然后我们就采取自己感觉轻松舒服的坐姿来打坐。现在是大家放松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是拜的坐哈。要怎么做都没有关系，单盘、散盘、坐椅子也都可以，只要我们感觉没有勉强的，连重重紧紧的感觉都没有，我们失败的做。如果我们做到一段时间，哪里紧绷，哪里不舒服，我们现在就调整，把它放轻松，从我们的头部，我们开始观察到我们的脚部哪里紧绷，哪里不舒服，我们就趁着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。静坐的关键就是失败也包含了两个部分，就是身跟心。如果身体放松，我们心里也会跟着放轻松。如果我们的心里能够放轻松，也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到放轻松，两者都会互相影响的。我们先从我们的身体开始调整，慢慢来，
额头放松，眉头也跟着放轻松，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，鼻子。嘴巴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，颈部、两侧肩膀、手臂、手腕。手掌、食指、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，胸部、腹部。背部也跟着放轻松，腰部、两只脚、大腿、小腿，直到我们食指、脚趾头都完全。放轻松，全身都放轻松，全身都感到สบาย สบายเด้อ我们毫无用力啊，也没有强迫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庄严，背部要挺直，不需要给自己任何压力啊。我们现在只是来สบาย、สบาย的做而已。如果我们调整身体，调得恰如其分的话，我们就会感觉好像我们的身体会慢慢的消失。慢慢的融化，跟周遭的环境融合，成为一体。轻松，สบาย。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，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，也就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，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身体变得很轻，感觉呼吸的时候
慧根顺畅，然后我们就来深呼吸两三下，增加我们轻松、舒服感。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，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。然后再慢慢的吐息。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气的终点是直接到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，也就是在身体的中央点那里。然后，当我们吐气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好像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、所有的压迫感，全部都可以排出来。全部都可以排出来哈，我们再一次最深、最深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，感觉轻松、失败。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ด้อ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，我们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气球一般，气球很轻。当有风吹过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慢慢的浮上来。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，现在身体也变得很轻，跟气球一样轻，所以我们的身体也会感觉慢慢的浮上来，慢慢的浮上来，越来越高，自己也感觉越来越自在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完全放轻松。我们维持轻松、舒服的感觉，在十八点这里。感觉好像一个轻松里面还有更轻松的，舒服里面还有更舒服的，感觉好像我们正在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。我们遇到了什么静坐经验，都感到满意。
感到满足，所有的经验都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所以现在大家慢慢的练习哈，失败的做。
宁静、轻松、舒服。接着，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，给一切众生。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，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展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再扩展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。再扩大到全世界，整个宇宙，无数无量的宇宙，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，那个众生正在受苦，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。那个众生正在快乐，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。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，如同胞一样。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、灾难、疫情都早日消失，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，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，有清净的身口意，众生行善，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。也愿我们只交善友，没有交任何损友，远离一切恶人。愿我们色身财、钱财、能力财圆满，方便修功德波罗蜜。也愿我们身体健康、长寿、智慧增长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，每一尊辟支佛，每一尊阿罗汉。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，有龙普祖师、龙婆怎么才有法身师父、长老奶奶等等恩师，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，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，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。然后接着就行大劫，各自发为善的愿啊，我们就观察今天、今生我们还有什么地方不足、不方便修功德波罗蜜，我们就发愿，让我们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各个方面，能够修更多的功德波罗蜜，各自发愿一下哈。
สัพเพพุ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ันจะยังพลังอรหันตานันจะเตชินะระฆังพันธามิสัพพโสสัพพ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ธัม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ทธาโสตินิภะวันโตเต请大家以最法喜的心，互相随喜功德，洒脱。我们继续听。世界上没有时间这本书啊。昨天讲到这里啊，师父说，在两条直线的十字交叉点。提高上来两个手指宽，还记得吗？但是这一点是我们的，是在我们的体内，不是在肚皮或在前面，就在我们体内的中央，是在这里面的。如果我们用心去看，就会发现里面都是空心的。当我进入到里面，我也看到里面都是通透的，都没有肝脏、肾脏、小肠、大肠等等内脏，只有看到佛像、水晶球、自己。但是无论是什么画面出现，我都一直进入到那个画面的中央。哦，很特别啊、哦。比如我看到水晶球，我就进入到水晶球的中央，那颗水晶球就会扩大，直到它的边边不见了。大家想象得出来吗？当第一颗扩大到边边都不见之后，我把心静定在体内中央的那一点，就会有另一颗水晶球出现，我就进入第二颗水晶球的中央，第二颗水晶球就会再扩大，直到边边都不见，而后第三颗水晶球就会出现，这样连续出现，直到看到其他的画面来替代水晶球。一直扩大，然后边边不见了，就继续看中间新的画面又出现。有时我看到小小的一尊佛像，然后我就进入到这尊佛像的中央，佛像也会扩大，直到边边都不见，而有另一尊佛像出现。之前我要显意念，但是后来都不用意念了，画面会自动出现。本来是意念成所缘，但是后来佛像真正的自动出现，就不用意念了，很自然的。你问我说进入到里面会有什么利益呢？大家有没有怀疑过这个问题？一直说进入进入，为什么我要进入呢？他回答这里，有很多的，就是很多利益啊。就我的经验来说，我感觉我的心更清净，觉知更清醒，而快乐以及更宁静，得到功德，能休息，减轻压力。情绪不容易动摇，心一直处于在功德之中，几个好处了，大家几个利益很多，对吗？不过大家看呢，我感觉我的心更清净。我可以用比喻好了，如果大家身体本来是肮脏的，然后你们去洗澡，你们自己可以感到我的身体变干净了，对吗？你自己可以感觉到，对吧？一样的感觉，就是说，当心静定下来了，为什么才可以体会到心变得更清净呢？
这个要自己去体会的，觉着也更清醒，不是想睡觉啊，更清醒，而且有快乐，有怎样的更宁静，感觉好像自己正在休息一样，这些呢都是来自宁静，只要宁静而已，其他的这么多利益就会出现。这是我亲自的经验。例如，如果有什么事重重的打击心，或有很重要的问题要思考，我也在质疑为什么心都不会动摇，或想产生反抗的感觉。本来有这些重重的事情打击心的话，自己可能没办法维持宁静的心，对吗？但是他感觉哎，很奇怪我是吗？为什么心都不动摇呢？为什么都没有出现这个反抗的感觉呢？我的心里面感觉静静的，好像没有什么事要发生，即使该事情应该让我生气或感到气馁，但是我感觉心很静，如同已经停了车，又把手刹车拉上，怎么推都推不动。这个比喻很好，你们曾经有做过吧？停了车不够，别人可能会来推你的车，还要怎样呢？把手刹车拉上，这样就推不动了。我如同在水池底下的水，无论是有台风吹多大，在水池底下的水都不会因为大风而动摇，只有静静的。都不动，怎么样？你看到了吗？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。上次你说我写得太短，还看不过瘾，今天就写多了一点，你先不要看腻啊。我也写到眼花了，大家看这有没有眼花？从下午4点直到现在，已经半夜了哦。大家看几个小时，休息吃饭1个小时，想让你早一点看，所以就一次全部都回答完了。晚安，噼啪，他写了好几个小时哦。大家很有福报啊，十几分钟就看完了他写的信呢，这是第五封信呢，并会慢慢翻译的不过明天我们要听什么故事呢？我们明天再来听听啊。今晚我们祝福大家，祝大家身心愉快，生命光明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祝福大家，晚安，明晚见。Thank you.